喊完大小的通车，让期待已久的部落族人则是相当开心，因为提供族人一条安全的道路。所以呢，我们每一次期盼这个政府能够建造这个韩华大桥，让我们的这个交通的通行哈，能够改善这个相关这个安全的问题。所以我们现在非常感谢政府对韩华大桥的建造哈，对我们行的方面哈，有个改善，有个保障。而在大桥还在兴建的时候，有部落族人建议依照当地泰雅族古地名，把桥名改为木古路大桥。而当时的县长林宗贤表示尊重部落族人意见，部落内的族人则是希望能将桥名更改为泰雅族的名字，文化传承的同时更能代表当地特色。但是我本人是希望就是说，如果我们是当地人，如果我们是说母语的，如果我是泰雅族，如果我是当地人的话，我觉得我最需要的是所有的建筑物或者公共建设的名称都是要用泰雅族的名称去命名，我觉得那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它不断一个是传承的一个因素，另外一个是给小孩子一个教育的一个文化传承意义存在。别的地方才知道说我这个是达彦的大脚，说韩西村的达彦大脚就比较好一点。韩西村内有韩西、黄西、星光、四方林四个部落，需要达到部落间的共识后，才能向政府提出更改桥名。当然，对于一个部落的一个地名，必须要回复，那是正确的。但是因为整个部落，他们的共识就是希望也能够用原泰雅族的语言，只是说现在目前为止，大家对桥的这个名字还有一些不同的一些意见跟看法。那有待整四个部落做一个整体的共识，然后大家都有这样的一个认同之后，相信这个桥一定会改成我们泰雅族的原住民的这个名字。在通过原住民族语言发展法后，有更多的原乡地区的山川地名陆续更改为原住民族的名字，希望在传承语言文化更能凸显在地特色。记者比利乌溜伊兰韩西采访报道。